姐妹们麻辣香锅，用这个好人家的麻辣底料炒的，炒出来一点都不是外面的鲜香麻辣的那种。对不起，胖粉。这个定期狂粉特 Q 糖很好吃，小店里面有，你们需要的话可以去拍。自己煮的潮式，自己煮的，想放什么就放什么。
我今天煮的是特辣的。姐妹们用这个潮式鸭脖底料煮的特别香，我们自己煮想吃点什么都可以放下去。开饭喽！今天吃炸串。它这个骨头都是酥的。